归出去，我拜托你了，你放我走。玫瑰，你命。玫瑰，我这世人会好好对待你。今仔下暗，新郎，我要先走。去查某间，我已经跟新娘结婚了，我已经是媳妇，你为什么要来找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开始，你把我打死好啊！这阵仔我过的日子生不如死，这种感觉亲像第一地啊同款。阿贵，你给我拍死好无？好无？你敢知啊？你是安怎对待我的？老婆仔，你莫甲桂枝个海边个冤家连接进去啊！啊！阿贵，老婆，你好我几时啊嘛？我一点无明记信用啊！你听我讲，其实我真后悔，既然你已经清醒啊，我都唔免大家提心吊胆，咱做伙去做脑部，把所有代志拢讲清楚。我会为我所做的代志负责，你莫想袂开啦！阿贵，阿贵，阿贵，你妈的！阿贵，妈！阿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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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莫安尼啦！贵主，你是讲啥个刺激啦？老婆，我做后悔。你莫莫做！阿贵，阿贵。别好死，你才会甘愿呀！老婆，一切拢是我的不对。我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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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跪。
阿姊，阿贵，阿姊，阿贵，阿姊，你这快走了，你有跟我来是做什么大事啊？我敢问，谢令的面头前，阿贵，阿贵，阿贵，你醒来哦，阿贵，阿姊，你真醒啊？你要紧吗？真是的，安奈，阿姊，咱的故事在伫个头前啊，你是毋是想到什么？想要等去处理？是。你是谁？我是王梅啊，你还是袂认得我？华贵，你也走来家了？我唔知。华贵，大雄带你回来好不好？好。行。华贵，我要去领导找你，直接拄到你阿姊。你去找我要创啥？王梅，你还阁少年，莫行我的路，绝对袂用的。我的代志甲你无关系，你这个歹查某，你家己做过啥物代志，你心内知知，我一定爱你付出代价。你做啥物代志？我比谁拢清楚。陪好林丹。变个安尼啊！哎，观众。